大家午安，欢迎大家像外国人一样晒太阳哈。我是浩恩，我是佳佳。我们今天介绍乐手，因为他们很忙。弹 double bass 的叫嘉维，未婚哦。对，单身。单身。后面鼓手是安姑。他单身哦，儿子的部分是单身哦。所以我们简单生活，所以我们会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唱歌给你们听。每首歌只有20秒哈，所以大约2分钟之后我们表演就结束了，我们就把现场还给 TC Bay， 让他们好好彩排。我是没有抱怨的。很酸哎，他讲什么？我呢，就是我。第一首带来这首歌，因为最近都大家流行，要赶流行哈、这首歌叫做蜥蜴哈、不过今天要叫它海角蜥蜴，看看大家有没有比较会记得。蜥蜴是被男主的一首歌，是我羡慕他很简单很快乐。写的这首歌，希望可以带给你们一点点快乐。哎，后面那边广播的你们也可以来听歌哈。Come, come.